喂喂喂，OK。嗯，好。开始。喂喂，各位学员，这个请大家检查一下，看看这个声音啊、画面啊，大家是不是接收的都很顺利啊？刚才声音没有开啊，这回有声音了吧？好，我看有的很多学员都回复有声音了啊，有声音了，咱们就开始啊。时间呢也到了啊。好，欢迎各位学员呢，咱们来到咱们的这个环球网校。今天呢，我将就咱们2022年啊高级经济师运输经济专业知识与实务方面的这个科目呢，给大家呢来做一个备考指导。我呢是主讲老师马征啊，这个是我的名字啊。这个在未来咱们这一期学员的学习中啊，由我从这个预习到精讲，到最后的这个所谓的强化吧，到再到最后咱们的这个练习啊，一直到最后冲刺啊，都是由我来和大家呢共同度过这段时间。今天呢，我给大家呢对这个考试呢来进行一个备考指导，咱们呢也算是有一个初步的一个交流吧。今天的这个安排大致呢是这样，还是呢，首先呢，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咱们的高级经济师的这个考试，以及呢，在这个考试中呢，大家要注意的一些要点。这个呢，其实咱们就是说，这个经济师、高级经济师这十个专业方向，每个老师都得讲啊，可能每个老师呢侧重点不一样啊。这个正巧呢，赶上今年呢，我有幸呢参加了咱们这个经济师考试的这个监考工作。我呢也顺便呢就这个考场上发现的一些情况呢，跟大家呢简单的说一说啊。第二个呢就是跟大家简单说一说高级经济师的这个报考的条件啊，因为咱们有好多学员呢，这个一直觉得就是说这个高级职称啊，不光是一个就是说这个光环啊，更主要的是一个高级职称给人能够带来很多很就是说这个很实际的好处啊。所以呢，就这里边，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这个报考条件啊，因为往年都有这种情况啊，知道这个考试好，自己也很想参加，可是呢，前期呢也做了一些准备，结果到开考的时候去报名啊，就是这个快要报名的时候一去，结果发现自己条件不够啊，这个就是有点这个很悲催了啊。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跟大家简单说一说呢，咱们这个高级考试的时候，大家必须要注意的这么几件事儿。特别是我要说，特别是在当前我们这个高级考试啊，它还没有形成一个，特别是咱们这个运输这个方向啊，它还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固定的一个模式啊。那这个东西呢，它有利啊，也有弊啊。有好多学员这个可能就是说，身边有朋友啊，或者你接触过别的一些专业方向，你都说，哎，你看那个什么，你像那个高精的什么财会呀，什么工商啊。人力呀、啊，对吧？这些都是每年考的这个比较多的，啊，你看人家有教材啊，有往年的这些习题啊，那个准备起来，这个心里多有底儿啊，但是我要跟大家说的是，就是说这种，这个在，就是说咱们现在这个社会中啊，就是说很多东西啊，它在刚出现的时候不成熟，可是这不成熟它有不成熟的好处，啊，成熟呢有成熟的坏处。啊，这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啊，这咱们一会儿就介绍到时候再说啊。第四个呢，就是帮助大家呢提点一下咱们这个高精啊，在准备的时候呢，一些就是说这个大家容易这个进入的一些误区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呢，这个咱们学员，因为我也做过学员啊，咱们学员呢，在这种培训机构进行学习的时候啊，总觉着这个对这个机构持一种这个既信任又怀疑的态度，啊，因为毕竟这是一个买卖关系嘛，对吧？啊，好多学员就是宁可相信路边社的，也绝不信路透社的，啊，所以在这里边呢，就是有一些往年的一些经验教训，跟大家也做一个交流吧。最后呢，给大家留一点时间，咱们来个在线的答疑啊。我也知道大家可能有很多的问题啊，希望呢，就是说听听这个老师呢怎么来说啊。这个我尽我所能啊，我呢就是开诚布公的跟大家就是说来探讨交流一下。好，下面呢，我就按照这个顺序啊，给咱们学员呢这个大致来介绍一下
首先呢，第一个呢，先说一下咱们这个高级经济师的考试啊。这个高级经济师啊，是咱们国家现在的这个经济师职称考试中的最高级。哎，我们都知道有初级、中级和高级啊。咱们现在一般从这个考试人数上来说，初级也有，但是比较少啊。更多的是什么呢？更多的是从这个中级就开始起步啊。因为什么呢？这里边要考虑到咱们这个学员的像什么年限啊。啊，什么这个工作呀，啊，个人积累的程度啊，包括咱们现在这个考生的学历层次越来越高，反正考初级的很少，啊，一般来说这个中级的人数是最多的，啊，但是不管你是初级也好，中级也好，基本上就是围绕着我们教材的考试，初级也好，中级也好，两本教材啊，什么经济学基础，还有一个就是各个专业的专业课，啊，就这两本教材也不会出这个，对吧？但是等到了高级啊，也就是我们的高级经济师考试，我们的就是整个前期的这个，哎，高经，咱们就说这个，哎，这个证书取证吧，要经过两道关啊。首先呢，就是咱们，也就是我能够帮助大家通过的第一道关啊，就是这个统考机考，也就是大家马上我们要进入学习到的这个运输专业，运输经济专业知识与实务啊，这一个科目。高级经济师呢只考这一科，它不像初级也不像中级，初级中级呢要考两门，要有一个经济学基础，咱们没有，咱们就这一门啊，这是咱们的第一道关，门数少了，可是呢考试的难度大了啊，这点必须要承认。那么这个高级经济师考试如果通过了我们的机考，你的机考成绩合格了，这个时候呢你只能说是过了第一关，下面还要过第二关，这第二关呢就叫做面试评审啊。那有学员就问了，说那个说你这环球网校，你有自己的这个这么强的实力，那你为什么不组织这个面试评审环节，你也搞个培训班呢？啊，是这样，咱们现在这个高级经济师的面试评审环节具体怎么来做，特别是比如说对于这个自身的就是说这个著作的认定啊，因为你评审的时候你要提交自己的作品，对吧？哎，这个什么样的你的一个成果能够作为你的成果去被认定，这个各个地方啊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说大家当你比如说到了明年，我考试很顺利，我通过了机考的考核之后，那么你必须要马上翻回头去找什么呀，找你当地的人社部门，在今年也就是咱们就说2022年啊，在职称评定细则中啊，所公布的一些具体的能够作为你工作成果鉴定的它的一个详细的规章制度。这一点啊我提一下，就是什么呢，这个咱们每年啊这个人社部啊，它都以什么呢，中国劳动出版社的名义，它会印一本什么呢，就是这个高级经济师的一个这个指南啊。但是大家你不要把这本指南你作为这个就是咱们通过这个机考的一个利器啊，这本指南对于咱们的这个机考指导性不大啊。如果咱们学员里边有今年参加考试可惜没过的，我想对我说这应该是有感触的啊。但是这本指南里边呢，就是说它其实作用最大的是什么呢，作用最大的就是它把各地的这些如何通过面试评审的规章制度汇总定成了一本啊。也就是说如果你在网上不好找的话，你就买这本指南，这个指南上面对于面试评审的具体方法操作呢，哎，有这个介绍啊。但是呢在今天啊，大家呢可以先把这放一放啊，先把这个放一放，咱们就着重啊，因为我带领大家我能帮你解决的哎是前面这个啊。所以啊，我们现在考试的科目就是高级经济实务啊，咱们这个班里边的各位学员那就是运输方向或者叫运输经济方向啊，就这一门，没有公共课啊。然后专业划分说了十大专业择一进行考试。哎，包括这个考试人数比较多的，比如说像什么工商啊、金融啊、人力啊，啊，这是每年人比较多的，剩下的就相对少一些了，比如说像财税啊，像什么这个农业呀，包括咱们交通啊，咱们交通现在人还不是很多啊。当然我说了，人多有人多的好处，人少有人少的好处啊。还有包括比如说像什么旅游啊，哎，等等等等，总之就是分成了这样十个大的专业啊。我们考试的题型，高经考试和我们的中级考试最大的不同，从形式上来说，就是我们所有的题目全都是主观题，中级全都是客观题啊。
单选、多选、不定向啊，这是中级的形式。咱们高级是什么？全都是主观题。所谓主观题，就是题目中给你题干，给你问题，然后剩下的都要你自行作答，你没有任何参考。它不像客观题，对吧？我有四个选项，哎，我能够这个根据选项来唤起我的一点记忆，或者是我可以通过，比如像单选题吧，我可以有一些应试的方法，这几个选项，比如哪哪一矛盾，我逻辑推理一下就能否掉几个，这个是没有的。所以这就靠什么呀？靠咱们大家自身的积累，脑子里有想法，肚子里面有料，那自然我们到时候能写得出来，对吧？哎，如果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我满脑子全是应试方法，对吧？哎，什么这个，这个 A B C D 分布差不多呀？什么这个，犹豫不定，先选 C 呀？哎，等等。如果脑子里全是这个，那肯定对咱们这个高级经济师考试来说作用就不太大了啊。考试的时长三个小时，这个以今年的这个咱们考试的这个结果来看啊，这三个小时应该说对于高精来说是绰绰有余啊。咱们经济师考试给的时间还都是比较充裕的啊。在这三个小时之内呢，这个对于考生来说呢，其实最难受的还是不能够把时间充分的利用到。虽然我们是机考啊，虽然要求大家去打字，可是呢，你得有那么多字可打，对吧？你说我本身我也没话可说，那这三个小时那就是煎熬了。而且在咱们考试的时候呢，这个像比如说像这个中级吧，哎，他不是说我这个想交卷就交卷啊，得到了一定时间之后你才能去交卷啊。那这个时候你坐在考场里边，这个就非常非常难受啊。所以什么呢？就是说你这个精心准备，然后呢我们最终考试的结果也能如你所愿。如果我们准备的不是很充分，那我们总是盼着有一个好的结果，那我想这样对于人家精心准备的考生来说也是不太公平的啊。考试的日期，这个我要说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现在由于疫情的影响，这个时期啊总不是很准。这里边写的是六月中旬啊，这个呢是以咱们今年的考试时间啊，或者说咱们说每年国家公布的这个时间应该都是在六月中旬啊。我们都知道，就是每年一般到了这个年后，特别是三四月份的时候，这个时候在我们的人事考试网站上就会公布今年啊，特别是对于这个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人事考试的一些具体的，特别全国性的啊，这些国考项目的一个时间安排。但这个出来之后呢，他还要考虑到什么呢？他还要考虑到比如说特别是我们疫情的影响，比如像去年的咱们的高精考试就被放到了这个就下半年，对吧？因为那时候疫情刚出来啊。等到这个今年的时候呢，就是又恢复了这个时间。你说到明年会不会有变化？也可能有，也可能有。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着重，就是说你听一下这安排就完了。但总之，这个时间只会错后，不会提前。啊，你说他到时候，比如说这个由于某些原因，这考试组织不了了，那这个时候他可能会后置，对吧？比如说放到七月份、八月份，这有可能。但是你说我六月份之后提前到四月份、五月份，这个不可能。所以请大家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在制定个人学习计划的时候，一定就是以这个为最终的这个咱们现在叫 deadline 吧，对吧？哎，叫一个截止日期，对吧？以这个为截止日期去制定自身的一个学习计划，我觉得就是说这样呢就还是比较好的。你别想什么呢，这个如果比如说我的 deadline 制定到六月中旬，回来这考试啪一下挪到八月份了，你说我这俩月怎么办啊？这个你放心啊，咱们这种就是偏文类的科目，或者说我们说这个以记忆为主的这样一些科目，最不怕的就是你过很多遍，对吧？你说我在六月中旬之前我能够达到自身的一个目标，但我后边多过几遍，那只会有好处不会有坏处啊。好，下面呢简单说一下，就是刚才我说过的，咱们高精考试要过两关啊，一个是咱们这个这门课，就是我给大家讲的这门课大家机考成绩，这个要过关啊，这是一个。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成绩它的有效性五年，这大家要记住。什么叫有效性五年？就是当你获得了这个成绩的通过的，就合格的通知书之后，在五年之内你必须要经过评审面试环节，否则的话这成绩就作废了，你就得再考去了，对吧？哎，那么
如果就是说你在考之前已经积累了相关的这个业绩成果了，那固然是好。那么如果你没有积累，那就怎么办啊？那你就得针对你当年就考试当年当地的人社部门所出具的这个，就是说这个成果的一个什么鉴定范围及标准，你赶快去准备，对吧？哎，比如说什么这个，该发论文的你去发论文啊，该写什么报告的你去写报告，等等等等。总之就是要尽快准备，啊，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这个成绩出来之后，最长别超过2年。换句话说，就是你成绩出来之后，你2年内一定要把自己的成果干什么，给它汇集齐了，啊，你别回来之后，反正5年呢，这慢慢来吧。时间不等人，工作不等人，你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就忙起来了。而且说成果的汇集，这个不是说你短时间内就能出来的，对吧？你就算发论文一样，咱们现在不也有这个论文的发表周期吗？啊，有好多学员说了，说到时候不行我花钱。这个我告诉大家，现在对这个领域管的是越来越严，而且这东西跟你的以后的职业发展关系都特别特别大。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给自己这个。啊，这个埋一个地雷，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很多名人对吧？还出名了啊，能挣大钱了啊，这是好事儿了。结果啪，把当年的什么学位论文翻出来了，一发现，哎，这个东西涉嫌，比如说抄袭啊，等等等等，结果一落千丈，啊，所以说大家，咱们实力能达到的事儿，就不要想投机取巧的方法。而且我可以说，就是在我所经历过的这些职称评审中。只要前面这个合格了，那么这个评审面试环节不是难的事儿。你这个靠自己的实力 OK 了，我过了，后边这个绝对不难。而且我这个后面大家在听精讲的时候，我说了，就如果我们真正的是按照国家高级经济师的要求，把自己在运输领域的这个知识体系框架搭建起来之后，我保证你在。就是说写，就是你比方说，我需要写我业绩成果的时候，你一定也是言之有物，下笔千言的。这个东西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啊。面试合格之后，就能够获得我们的高级的职称证啊。这个现在咱们高级职称证，对于各个领域，我不管你工作在什么单位，是什么性质的企业，还是说等等等等，都是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啊。而且像这种职称证，对吧？一旦当你用到的时候，你才，真正体会到，哎，这东西有好处，啊，比如说我的本职工作是在大学里边当老师，我刚进大学的时候，我所负责的就是什么呀？就是帮助学生，哎，获得其相应的职业资格证工作啊，因为我所在的高校它属于就是本专都有的这种，对吧？那时候帮学生要获得一个职业资格证，学生本来他对这个东西不是很在意。啊，后来在我多方努力之下，啊，有部分学生获得这个职业资格证。结果在工作中呢，哎，因为他有这个职业资格证，结果呢，在这个，因为他们刚进去的时候，由于学历层次不够，所以呢，都是聘任制。然后呢，这个聘任制转成这个正式编制，就是因为他有职业资格证，结果他优先转。然后后来给我打电话说，马老师当年真是非常感谢所以说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也不知道这个证什么时候能发挥作用，而且高级职称这个。啊，我举个再典型的例子啊，因为我的这个，这个社会活动内容可能和这个招投标关系比较大一点，对吧？你比方说，咱们在招投标过程中，你要想当一个评标专家，这不是我们评标专家的一个必要条件，对吧？啊，我说的都是很浅显的啊，早准备、早取证、早获利啊。最后为什么这句话呀？还是我刚才跟大家说的，我说咱们这一个考试啊。啊，如像我刚才咱说的，咱们这10个专业啊，你如果把什么人力啊、工商啊，包括就是说这个金融啊，比如说这个都是一些比较成熟的，那咱们这个运输这个方向，从开始有到前2年改革，到我们去年形成了一个最终的这么一个改革的模式啊，今年算是就是经历了这么一年，对吧？还是处于不断的这个磨合的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啊。有它的好处，当然也有它的不利。不利，这个大家显而易见。到现在咱没有教材，而且呢没有这么多的历年的考题，对吧？啊，是试题库不丰富，对吧？这个是它的缺陷。但反过来说，它也有优势。啊，你什么事儿在它不成熟的过程中，这个时候我们要想通过的话，其实是有很多的便利条件。
为什么呢？因为你想，他这个考试不成熟，那么往往就代表什么？本身题库就很小，所以我们复习起来相对来说这个针对性啊，相对来说这个针对性是比较好找的。你说真的是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完善的一个题库，那这个时候你再去押题也好，包括你再去猜题也好，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对吧？再有一个呢，就是这种考试，毕竟它要考虑到一个什么呢？因为咱们现在咱社会工作就求稳，对吧？啊，也就是说，我们明年的考试，至少我们的整体的通过率，或者是我们试卷的难度，那么今年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指导意义。所以说，这都是我们作为一个不太成熟、不太完善的这么一种考试，它的优势所在。所以这里边写的"早准备、早取证、早获利"。你什么考试试试？你越早参加，你会感觉到什么呀？哎，这个考试干什么？你准备起来相对来说通过的难度要低简单说一下我们的流程啊。其实这个流程呢，大家其实也都知道。啊，我们现在网上注册，然后上传个人的照片以及填个人信息，然后由网站进行资格审查啊，然后资格审查通过之后，你进行缴费，然后呢打在考试前夕打印准考证啊，这一点咱们今年是这个打印准考证是在什么呢？是在考试的前一天才通知。这个没办法，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咱们都知道，就是一旦比如说一个地方发现疫情了，像这种大规模这种聚集行为，对吧？因为咱们考试相对来说人口这个考生密度大啊，这种聚集行为肯定是要取消的。像今年的考试就是什么呢？比如咱们周六啊，周六是一个考试时间，到周五的早上啊才通知各位考生当天可以打印准考证啊。所以说这个特殊时期吧，啊，这个大家就是得有这么特殊的一个心理准备。啊，然后准备我们的机考考试，考核完之后一个月左右呢，哎，出成绩啊。好，下面呢，我简单说一下咱们高精的这么一个，就是说这个报考条件啊。咱们高现在啊，咱们这个职称考试这个报考条件啊，就是说越来的越正规化啊。为什么说正规化呢？因为咱们现在就是说条件非常的明确，以前啊这个。咱说句实在的，就是说这个职称考试，它这个报名的条件，各地啊都有一定的这个，就是说这个自我把控的这么一个空间啊。现在不是，现在就是明确什么呀？首先这一条，必须是在取得中级经济专业技术资格之后，也就是说明确你必须要逐级考试，你没有中级的，你就别想考高级的。这是一个，这个跟你的工作年限什么都没有关系啊，这跟以前不一样了啊。咱明确了，这必须有中级的才能考高级的。在这个条件之外，根据你的学历，不同的学历搭配不同的工作经验，啊，不同的学历搭配不同的工作经验，除此之外，对于我们的这个第二学士学位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双。这个注意啊，这还有这个突出一个第二学士学位跟双学位的区别啊。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第二学士学位跟研究生的毕业，从事相关工作也是满5年啊，这就视同我们的就是说这个硕士啊。然后呢，这所谓第二学士学位就是修完了一个专业再修一个，我们所谓双学位就是同时完成，这大家都知道。因为今年前一段时间不是有个新闻嘛，就是所谓的就是说这个第一学士学位是什么，或者叫第一学位是什么，对吧？这个如果是博士啊，那就是相关工作满5年啊。提示一下，就是我们所谓的中级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跟高级经济职称这个之间没有一个必须要专业统一这么个问题啊，因为总有学员在问啊，说我这个中级啊，比如说我取得的是什么这个比如说是。像我这里边所举的什么会计、统计等等等等啊，那我在高级的时候，我能不能直接报这个高级的？比如像运输，比如我现在工作就是运输，对吧？啊，这个是可以的。也就是说，同样是中级经济专业技术资格啊，在这个层面之下，你可以有一个换赛道的机会。啊，怎么叫换赛道的机会呢？啊，比如说你说我原来取得过资产评估师，对吧？啊，后来我可能换工作了。啊，我现在在一个比如说这个交通运输的企业，
啊，你甭管我是交通运输运营企业，我还是交通运输工程企业，对吧？那我在取高级职称的时候，我肯定要跟我现在的工作相对应。那这个时候，你通过这个证，你就可以干什么？直接报咱们的，就是说这个，就是说高精啊，运输经济方向，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这个呢，它也为咱们的这个职称考试的这个生源的扩大啊，做出了一些变通。啊，您紧接着就来了，说高精跟中级跟高级必须是同一专业吗？啊，这个不一定，啊，可以是不同专业，可以是不同专业啊，但是相对来说，就是我们的高级职称更看工作成果。这个工作成果呢，主要有两个方面，主要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从咱们这个机考考试的内容来说，啊，为什么有设计了很多发散性的题目，设计了很多就是说这个让大家自由发挥的这些内容。实际上，所谓的这些让大家自由发挥，就是看你的工作到底怎么样啊。很多的学员可能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对于书本上的一些知识、一些理论，我掌握的不是特别好。可是，在工作中，我干的就是这一摊儿，对吧？或者说，我整个的这个工作领域跟这个东西关系很紧密。那很可能你在写出来之后，我们的阅卷老师通过你的撰写，能够看出来你确实在这个领域工作过很长时间，有一些自己的见解，有一些自己的了解，有一些自己的理解了。那这个时候，照样就是这样的题目的作答会给予你相应的分数。所以说，从考试这个角度来说，肯定是看重你的工作成果，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对吧？你机考过了，后边到你的成果鉴定啊，或者我们说这个面试评审这个环节。那就完全是站在你现有的工作成果的基础之上，当然了，你这时候所挑出来的工作成果一定得是围绕这个专业的啊。你别说我这个考的是这个运输方向的高级经济师，结果我拿来的成果跟运输没有关系，那这样就是给自己减分儿啊。所以说，这里边说高精的职称更看重成果所以呢，这里边呢，就是说一定要结合大家结合自己的岗位工作来进行选专业啊，至少就是你得有一定的基础。哪怕你现在，比如说我不干这个运输领域了，可是呢，我这个评职称之前我都是干这个的，我的很多成果都是这个领域的啊。那这个时候呢，你再报运输，反正我比如说我现在就需要一个高级职称，那当然你选这个那是对你最有利的啊。再有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从考试的难度来说，如果和你的所学专业相关，那这个时候呢，哎，这个准备起来会更容易，要准备起来更容易。因为什么呢？因为还是这句话，就在学校的学习的专业知识呢，这个它还是成体系。这个成体系，好多人就不太明白啊。这个在咱们高精的学员中啊还不太多，主要是在中级的学员啊。因为有很多中级学员就跟我说，说什么呢？说马老师，你看啊，这个你讲中级对吧？啊，我的哪个朋友啊，去年考了中级，他也没上课啊，然后呢，这个就整买了本教材，然后买了本习题，然后做一做，咵，人就过了。我就跟他说，我说呀，这样的例子有没有？有，我承认，但是这里边有两个前提。首先，第一个就是你的这个朋友他在学校里所学的专业是不是就是运输方面的，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学校里边的这种知识性的传授，他的擅长的地方就是在相关，就是相对比较短的时间内帮助你去建立一个成体系的一个知识网络。说白了，就是让你在较短的时间之内，你有组织起来自己的知识架构。这个架构它的背景就是什么呀？哎，就是我们的这个运输领域，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是什么呀？就是你的这个朋友，人家自身确实学习能力就很强。可能他现在的工作业绩不如你，可能他现在挣的没你多，但是他在知识学习这个层面确实比你有优势。当然还不排除第三个原因，就是什么？他运气好，对吧？可能他准备的点儿，哎，今年恰巧都考了，啊，对于这样的同学啊，就或者你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其实有一个问题，你非常简单，就是你就问他这次考了多少分儿，对吧？往往像这样的，就是属于这个短期突击的，他的分数不会特别高，就算过，哎，将将过。凡是那种考试分数特别高的，啊，那都不是这样。啊，有些人说我不需要分数特别高，我只需要过就行。但是这里边你别忘了呀，我们是什么呀？我们有句话叫矫枉过正，也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你必须定的目标高一些，对吧？啊，你比方说咱们考试，我这100分的卷子。你把分数的目标定在80分，那这个时候呢，你可能能过；如果你的目标就定在60分，那你很有可能过不了啊。所以说，
这里边呢，就是说这个大家呢，就是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啊，你把它要把握好啊。好，下面呢，这个把咱们这个高精的考试啊，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以咱们今年的试卷为例，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今年的这个卷子呀，又有一个重大的改编啊。以咱们今年的试卷为例，整个试卷上一共就四道大题，前三道呢是三个案例，第一个案例20分，后两个案例25分，加一块70分，第三个论述30分，凑一块100分，100分嘛，60分过，60分过，考试三个小时啊。这里边有一个时间控制，这个时间控制呢是我们这个按照这个分值比例给大家的时间控制。真正在考试的时候，我相信考生这个能在考场里边坐俩小时就已经很不错了啊。当然，就这里边呢，就是我还是建议，就是什么呢？在大家也不要把考试时间用的，就是说太过于这个节约了啊。你短短好多这个，比如说一个半小时就把卷子答完了，还是应该什么呢？就是说在读清题目的基础之上。要有充分的这个什么呀？哎，思索时间啊。那这里边我也提一下，因为咱们这个就是最终考试是机考的形式，再加上咱们今年考试的时候，考试题目中没有计算啊。这边有，马上我估计有学员就问了，说马老师，你说今年还有没有计算啊？这个明年还有没有计算啊？这个反正呢，就是说，如果按照今年的考试思路来说，明年考试出现计算的概率非常非常小啊。我只能这么说。啊，你是说是不是绝对没有？这我怎么能说绝对没有呢？对吧？我只能说是概率很小很小，啊。但是我要提一个什么呢？咱们的考试是机考，这机考的时候呢，是不允许大家带除了考试必要用品之外的东西。而咱们这个不管是案例也好，论述也好，它都是一个主观作答，所以你在答题之前，你还要组织一下思路。我们机考的时候啊，这个。就是，即使是高级考试啊，它也有一个什么呢？就是相当于，就是说，给你准备的一个那个，就是那个计算器软件儿，也不叫软件吧，就是一个计算器的一个小工具。但是这个计算器的小工具是什么呢？它上面啊是这个计算器，下面它是一个像一个记事本一样的东西。你不用它的计算器，你可以在记事本上，特别像咱们这个这东西，你就跟写作文一样，对吧？你可以先在咱们的记事本上，你列列提纲，对吧？哎，我都要打哪些点，然后这个大点下边怎么分小点？你把这个东西列完了，然后你在上面你再去回答这个题目，而不是说我上来就往里敲字儿，敲到哪儿算哪儿，这个不行。你敲到哪儿算哪儿，这个时候你这个思就没有思路了，对吧？还是说要大家什么列一个提纲，把提纲列好了之后，再把你掌握的内容往这个提纲里边去塞。哎，塞完了之后，你给它打出来，打完之后你读一遍。有没有错别字啊？通顺不通顺啊？哎，总体来说是这样啊。举个例子吧，啊，就是说在咱们这个案例题啊，其实呢，就是说这个有些案例内容是比较偏实证的啊，比如说这里边就选了19年9月发布的《交通全国建设纲要》，啊，这也是咱们教材中呢第一章中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这个纲要中，它这里边就罗列了在纲要中的一些内容啊，比如说像提出的这个任务啊。哎，未来发展的方向啊，哎，这我们就应该做什么呀？等等等等。然后在这样的案例内容之后呢，哎，他给你问了点问题，啊，比如像这个，他问题一，他说，请统筹协调，根据产业变革趋势、交通运输方式一体化发展，如何去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哎，他问了这么一句话，他问了这么一句话。那问了这个问题，像这种问题，它就属于什么呢？虽然是。在你在前面的这个题干中，可能没有找到太多的内容，可是，在教材上有，对吧？啊，那么最基本的，也就是说，教材上有什么内容，你得去回答什么内容，这是咱们说最基本的东西。那么你比这个再高一点儿，你可以把教材跨章节的内容给它组织在一块儿，对吧？啊，比如说像这个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咱们在教材中也有专门论述的这个内容。对吧？然后咱们交通全国发展纲要有专门论述的章节，你能不能把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内容跟我们交通强国建设发展纲要的内容给它组织在一块儿？这是咱们第二个层次。那第三个层次是什么呢？第三个层次就是咱们的学员有没有就是说真的就是把这个纲要拿过来看一遍，因为这些东西都是网上的这个咱们国家的这个政策性的文件，你很容易就能找到它。这个你读过没读过？如果你完整的把这个文件读过一遍之后，
那你就会感觉什么呀？啊，这个文件叙述的比咱们教材上要更全面一点，对吧？所以说，像这种问题，它是从实事出发，但是呢，毕竟没有脱离教材，啊，毕竟没有脱离教材。你看第二问题，请从全方位、全面性分析如何建设这个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啊，你看前面两个词，一个全方位，一个全面性。什么叫全方位？换句话说，就是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必要的组成部分都有什么？那什么叫全面性啊？这个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及其相关的行业都有什么？所以说你得把握住这两个出发点，然后去组织你所掌握的这些内容去回答这个问题。所以说这叫什么？哎，它就紧扣当下的这个政策以及新规定，包括咱们今年的这个中级教材改版，对吧？里边除了我们的这个交通强国发展纲要之外，还加入了很多新的内容。这些新的内容，我想也必将成为明年高精考试的一个重点的什么背景资料。啊，因为咱们高精没有自己的教材，所以呢，就是说这里边咱们就从中级的进行出发，然后从中提炼升华。那么案例题的第二个特点就是题目考察比较灵活，需要咱们呢具备一定的就是这种分析能力。像这道题就是，这是去年啊，就是这是咱们今年考试的时候的真题，它是什么呢？它举了个例子，什么例子呀？它就是某商城作为一个大型网络平台啊，这个物流如何如何，但是呢，在这个现有的这个物流体系啊，它有一些问题啊，它有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呢，哎，出现了这个送货不及时、不到位。啊，特别是在校园物流这个层面，引发了顾客不满意的问题。你看，这个我去，这个咱们在今年准备这个高精的时候，我曾经跟咱们学员说过，我说什么呢？我说这高精考试啊，其实有的时候你把这个案例材料一拿来呀，你都不用看问题，你拿来之后你就知道他要问什么，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你一看，这就是什么呀？哎，这个可能跟咱们的客户满意的问题啊，比方说客服质量啊，哎，特别是咱们这个上课讲过的，这可能有关系，对吧？所以你看，第一个问题，他问消费者对物品不满意时通常采用哪种行动？像这种问题比较简单，这就算咱们高精中简单的问题了。为什么？因为他直接问的就是我曾经给大家讲过的材料中有的东西，这是死的，这是必须要会的。啊，你说那发散的东西不会，或者我说的这个需要你自己编的不会，那这你总得会吧？因为这个咱们是讲过的，对吧？你把咱们讲的时候，这个顾客的不满意，对吧？都有哪些个行为啊？可能有什么样的结果？你一定要一个不落的都写上，这个分儿一定要拿到。然后第二个问题，他问的什么呀？他问的是逆向物流有哪些特点？这个问题就比较特殊了，为什么？因为在我们高精中。没有说专门说过逆向物流，这个逆向物流在咱们中级的教材中是有的，但是也不是主要内容。为什么咱们在高精的时候没讲过这个？就因为在高精的考试大纲中把就没提这件事儿可是你看，它问题二是逆向物流的特点，问题三这个如何去应对逆向物流不满意的问题，对吧？那这里边还是需要什么呢？就是大家把一些就是咱们这里边比较前沿性，你像逆向物流也好，绿色物流也好，这都属于咱们就是说交通运输领域比较前沿性的问题。像这样的问题呢，还是要有所了解。这也给咱们今年的复习呢指引出了一个方向。这什么方向啊？就是什么呀？就是这个对于这些比较前沿的或者现在社会的热点性的东西，这个必须要予以关注。理论性的东西必须要掌握。为什么呢？因为即使你考试中我不知道怎么作答，像这个理论性的东西都应该能说得出来，对吧？啊，你也是你必须能做到的。哪怕我跟这个联系的不是很紧密，但是至少理论性的东西我答的没有问题，那么阅卷的老师也得给你最大比例的一个分数。当然，可能不是全给你，但是至少你比方说我这个特点，我没跟这个案例中结合很紧密，至少80%到90%他得给你。这是案例题。等到论述题，等到论述题，这论述题呢，比较典型的特点就是思路就更为发散，角度更为一个综合。换句话说，就是你是看这个论述题的问题，不太容易直接在咱们授课的内容中找到相对的这个答案啊。
比如像这个，它提到了一个融合发展，提到融合发展啊，对未来交通运输发展的一个趋势，把握我们产业变革的趋势，推动交通运输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这你不用看后边了，你就光看前面，你就知道什么呀？你就知道，哎，这个估计这道题问的是什么？问的是交通行业与其他行业，交通行业与咱们经济社会之间的一种联系和关系。啊，那最后是不是呢？你看他的问题是什么？他问如何提升智慧物流的发展水平？你看这里边又有个词儿，智慧物流。这个词不仅在咱们的材料中没有，在咱们中级教材上也没有，属于比较有什么呀？就是这个时效性比较新的啊，或者是我们的什么呀？哎，就是说当前社会的一个热点。那么通过这个来考察什么呀？来考察大家对于一些时政性的内容，你是不是关心？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你是身处这个领域的话，无论是单位也好，还是你个人对自己要求也好，还是你工作的要求也好，你必须去接触一些新的东西，也就是说，你必须去了解这个行业中最前沿的东西是什么。所以这个道题就完全突破了我们的教材，突破了我们的大纲，就这么说吧，这样的问题实际上就是问这个考生你是不是这个行业的。你如果是这个行业的，你得明白这个词什么意思。只不过就是你如果从自己的工作出发来写这个东西，不是像学院派那种，就是写的很有条理、很有理论综合性，不是。但是你把实际的内容要写出来。那有的学员会问了，他说因为难免有些学员就是说我确实，比如说。我不在这个行业，或者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这行业比较好考，我考这个，对吧？或者是什么呢？就是我虽然在这个行业，可是我从事的不是业务岗，可能是我公司的什么行政类岗位或者辅助类岗位，对吧？那这个时候我对前沿接触不是特别多，那怎么办？其实所谓这道题他问的智慧物流，包括下一道问题啊，既有的智慧化物流设备等等等等，这也是交通强国建设纲要中所提到的。但是我们教材上只是纲要的一个，就是说精炼内容。如果我们要读到了这个纲要的原文，对这一块是有过论述的，对吧？所以说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在准备这个高级考试的时候，还是要在教材已有的基础之上，再进一步的深入。说白了吧，就是不拘泥于我们教材的内容，啊，教材中提到的一些文件啊，提到的一些这个，就是说国家的政策呀，大家一定要深入的去了解一下它的背景，以及在原文中的一些说法、论点、主张、态度，啊，可能也就是我们高级经济师的这个高就高在这儿了，哈，知其然。也得知其所以然啊，就是这样啊。当然了，这个我跟大家说的，这也不光是这个通过咱们后面的试卷分析，其实对我也是一个教育啊。也就是说，在明年啊，咱们考试之前，我给大家准备的内容应该朝着这个方向要有所涉及啊。总结一下吧，我们今年试卷中的案例题围绕着我们教材上的这些章节啊，一三六八啊，围绕着这些章节，这些章节实际上也是咱们这个在精讲的过程中帮大家重点去分析理解的章节啊。案例题紧扣住考试大纲所给的范围，结合案例的内容要进行分析，考察角度偏向于理论联系实际。也就是说，我们的案例题跟书的结合还是比较紧密的，或者说跟教材的结合还是比较多的，啊，但只不过是什么呢？就这种结合，不要放松任何一个教材上的什么呢？比如说提到过的专业性的术语，比如像前面说的逆向物流，在咱们教材中提过逆向物流这个词，但是说的不是特别的多，特别是在咱们高级大纲中没有提及，中级教材上有的，这个需要我给你补充进去。啊，因为有些学员我都知道，这个就指着咱们这个网校发的材料，所以就需要我给大家补充进去啊。那么论述题，
这个论述题啊，就是根据我现在这个分析，这个离不开这么两方面啊，一个是第一章，一个是第五章啊，所以就这两方面啊，将来也是咱们授课的时候一个重点的解读方向。总之一句话，就是这种论述题呢，它比较贴合实证，比较贴合实证，偏向于你自己的知识储备对一些实证材料的分析跟理解。但是我感觉就是这个实证材料也是有迹可循的。我为什么这么说？首先，这种材料的选择必须是不能出错的。大家可能不太明白什么叫不能出错，也就是这种材料必须是从咱们国家官方媒体所发布的。啊，你说哪个这个新闻组织发的肯定是不行的。为什么？因为这些材料里边有官方的论断、官方的定性，所以大家在准备这些材料的时候，或者你说我平时注意哪些实证材料的时候，其实也很好办，对吧？不外乎咱们什么呀，就是说这个国家这几大官方媒体啊，另外呢再加上咱们这个就是交通运输的主管部门所发布的一些文件、一些规划啊，就这些，它不会再有别的了啊，不会再有别的这是咱们的这个论述题啊。总结一下吧。就是21年的这个高等考试的出题啊，确实体现出一定的前沿性。比如说，像咱们讲到的逆向物流啊，什么这个智慧物流啊，以及这个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啊，这个都有涉及啊。思路呢也比较发散啊，源于大纲，但是呢不拘泥于大纲的内容。这个其实后面在考试真题分析时，我曾经给大家说过，以这份卷子为例，和大纲中。就是这个能跟大在大纲中找到踪迹的分值，大概就60分，啊，这大纲中不容易找到的40分，哎，换句话说就是说你这个基础打得牢一点，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别留大量的空白啊，言之有物一点，过还是能过的啊，可能分数不会特别的高啊，但是呢这个咱们现在基本上就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考试结果，确实也反映了我的这个说法。这里边我写了一句叫"伴有一定的偶然性"这句话呢，这个我们的这个课程团队啊，一开始呢不建议我加，但是呢我坚持还是要把它写上来。为什么？就是因为给我个人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今年的考试确实有它不太成熟的地方。我为什么这么说？首先就是咱们今年考试的题目，我一拿到之后，就有一种非常非常熟悉的感觉，因为本身我也是在高校当老师。这种熟悉的感觉，就是什么呢？就我拿到咱们今年高等考试卷子，我觉得就是学校本科的某一个科目的毕业考试试卷，就这么简单，对吧？所以我个人猜测，今年的卷子很可能是聘请了一位高校的，可能是运输方向，可能是物流方向的一个老师，哎，来出的这么一份卷子，啊，结果这个老师出的就是学院气息很浓啊，哈。不像是咱们这个，就是说这个所谓，就是说真正这个工作这个行业的专家出的卷，啊，所以说我说这个有一定偶然性。你说今年他再找谁出啊？明年他再找谁出呢？是不是还是这个风格？是不是还是这个这么一个体例？我觉得是不一定。所以我这写了，这是有一定偶然性，但是我要说的是，就是万变不离其宗，不管他找什么样的人出题，不管出成什么样的题，都要求我们学院。首先要夯实基础。你没有自己的知识储备，没有自己的知识框架，你说我像这个准备中级一样，对吧？我这个题海战术，或者我到时候我临阵磨枪一下，我就行了，这个可能性太小了。所以说，夯实基础是第一步。第二步是什么呢？就是说，一定要这个和这个咱们培训机构要配合好，啊。人培训机构肯定是盼着大家这个通过率越高越好，对吧？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说，他来给大家提的一些建议，特别是针对咱们学院，还是非常这个有针对性，包括班次的设计，包括这些知识点的提炼等等等等。啊，从小的方面说，节约大家的准备时间；从大的方面说，这个比你自己去发现点什么，去总结点什么，要效率高得多。好，第四部分啊，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所谓的通关的诀窍啊，通关诀窍。实际上，这个我不太认可"诀窍"这个词儿，为什么呢？因为所谓的诀窍往往是什么呢？让大家总想到捷径这个词儿。但是，
有些考试确实没有捷径，哎，确实没有捷径，啊，就这个，我记得这个在这个准备二一年的班次的时候，我就说，我说咱们学员，你学习完之后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是你把你所有材料都合上，你去给你家的孩子，你去讲去，你说爸爸，这么这几个月我在准备一门考试，这门考试是个什么什么科目，这个科目中讲了什么什么什么内容，对吧？你说你花一个小时给你们家孩子说说，或者说给你的爱人说说，等等等都可以。你说完了之后，你问他，你听懂了没有？啊，他说我大致听明白了。好，我告诉你，你掌握的绝对差不了，对吧？如果你讲了一会儿，对吧？人家还没提意见，你自己这思路就半算了，那说明确实是还不行啊。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检验你掌握的方法。我用这种方法，我就说什么呢？就是咱们高级考试至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找到捷径。你说某一个小的知识点，你说我从不理解到理解，这有没有快速的方法？这可能有，但是整个框架的搭建，这是绝对没有的啊。这就跟咱们工程领域干一个工程项目一样，你干一个工程项目为什么得有最低工期啊？对吧？你比那工期再短不可接受，为什么？就是这个道理。所以首先大家必须对知识点要在理解上，这点我强调一定要理解，理解是记忆的基础。咱们现在各位学员年龄，这个我没有问过这个咱们这个负责报名的这工作人员啊，但是我估计年龄应该说是至少我觉得呀，怎么也得35岁左右吧，对吧？啊，所以在这个年龄段你说我在死记硬背几乎不可能啊，我可以说你今儿背下来之后甭多两天之后就忘了。所以说在这里边一定是理解。另外咱们考试的时候也不就是阅卷老师也没有盼着你说这个教材上哪句话你直接把那句话原封不动抄下来，那也不可能的。所以这里边它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以一种自己的语言，当然核心的关键词不能错啊，特别是在文件就是在官方的文件说法中已经定性的那些词不能错。除此之外你说这一句话对吧，主谓宾次序换一下，或者一些其他不重要的词我换了个词，这都没有问题啊。所以说看重的是理解啊，这是关键。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知识体系的搭建非常重要啊。咱们一共按照去年的大纲，因为新大纲还没出来对吧，去年大纲来说咱们高精一共11章的内容，你能不能用一张图把这11章内容给它穿在一块儿？它毕竟是一个整体，它不是11块内容，它是一个内容。所以说一定要在头脑中构建出这么一种知识体系，这个呢可以帮助你什么呀，在学习章节的时候能够触类旁通啊。我一直说，我说第一章啊是后面所有章节的一个总体，你不管你后面章节学什么，你马上你要联系到跟第一章的哪儿有关系，对吧？这个就叫做什么，给它都连在一块儿啊，形成什么呢，形成自己的一个网状啊，而不是点状。这个也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从今年我这个监考这个中级经济师，我其实可以看出来，因为有的学员他在这电脑前面之后就这一道题，当然中级考试他因为都是客观题啊，他一道题他读很长时间啊。为什么会这样？很简单，在题目中的核心词他不太明白这核心词是什么意思，特别是咱们经济类的考试有很多的词，平时新闻里也说，我们的现在各种自媒体也讲，但是这个词究竟什么意思没注意，因为平时总在接触，觉得自己都知道了，结果一到考试的时候，哎呦，一较真儿，坏了，不知道。啊，这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像这种就是什么呀？就是基础夯的不实。啊，你基础要夯的实了，这应该不存在这种现象啊。这是咱们十一章的一个这个各个章节的结构啊。后边这个打勾的呢，是咱们今年考试考过的啊，但是呢。他原来呢就是我们对这十一个章节还标一下重点，我呢坚持把这个重点号给去掉了。为什么？还是那句话，没这个一共就四道题，这四道题里边涉及到哪些个章节，这个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在这些章节中有一些章节几乎是绕不开的，比如说像第一章，这绕不开啊，你后边你考什么东西肯定都跟概述有关系，对吧？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些比较前沿性的或者比较时髦的啊，特别是像咱们今年反复强调什么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对吧？你碳达峰碳中和你能绕得过去这个，对吧？
另外还有咱们前面讲到的什么逆向物流、智慧物流、什么绿色物流，你能绕得过去这个？啊，你这绕不过去，你绕不过去。对，你但凡今年的题目要想体现时政特点，你必须跟这些内容有关系，对吧？所以就是说，请大家呢，就是说不要主观的给这些章节就先标上号码了啊，这章重要，那章不重要，先不要这样，咱们先学，咱们先学。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咱们准备的比较早，后面陆续呢会有跟针对明年考试一些，比如说这个指导性的文件出台，根据这些文件的出台，我们慢慢的再去确定哪一章重点，哪一章不重要。现在这个时间大家先学，后面再有什么新的东西，只是说往里加啊，只是说往里加啊，你别在现有的基础上你再减了啊。下面呢，把咱们这个就是说这个应对明年考试的一个时间安排啊，就是说先跟大家说一下。说这个之前呢，强调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不要等教材。哈，其实今天上课之前，我还在跟我们这个项目组的成员在聊天，我说一句这个大家都比较这个不爱听的话啊，我预计22年可能还没有教材。他们说为什么？说马老师你有消息吗？我说不是我有消息，咱们就从今年新出版的最新的中级教材看。我们都知道，不同级别的教材，它的框架结构几乎是差不多的。啊，这个咱们身边如果有什么什么工，这个高级经济师、工商方向、人力方向，你们去看就知道我说的是这样。但是今年新版的中级教材一出来，你会发现里边的内容写的太全了。那么中级的这么全。明年高级的教材怎么编？这绝对是个问题啊！这绝对是个问题。你又不能跟中级一样，对吧？所以说，请大家你们在准备的时候，你就不要想着我等教材出来再如何如何啊！你就做好最坏打算，万一明年还没有教材啊？咱们疫情期间，对吧？啊，各级都在加班加点，都在工作，繁忙的工作，而且应对很多突发性临时工作，对吧？这个教材的编写是最麻烦的。能不能如期的印出来？我看都是个问题。所以说，我们现在准备，对吧？将来有教材更好。哎，没有教材，我照考。今年没有教材，对吧？我看对咱们考生影响也不大。现在因为没有官方的统计数据，对吧？但是据我估计，啊，这个通过率只和咱们考生的重视程度、努力程度正相关，和有没有教材没有太大关系。所以说，不要等教材啊。从咱们今天开始啊，当然主要是从12月啊，到明年的4月，就是咱们的预习和精讲。这里边呢，关键就是帮助大家打基础啊。然后从明年的这个4月到明年的5月，咱们要对一些内容进行强化，包括就是前面说到了，对吧？今年重点的一些时政材料啊，在这个时期会拿出来，咱们做专题的讲解啊。比如说，这个。拿过来一个发展纲要，或者拿过来一个建设大纲，对吧？从这大纲中，我们能解读出什么内容？跟书上哪些章节有关系？哪个地方可能成为出题点？如果这个地方是出题点，我们应该怎么做？啊，我们在强化班中给大家反复强调重点，做题巩固啊，纠错反思。然后呢，考试之前再给大家呢专项提分跟这个模考特训啊，这里边呢，啊，比如说主观题的专项训练啊，反复演练。总归一句话。就是什么呢？就是还要回归到大家的知识体系中。我们学什么，不外乎就是对原来的框架进行加固和提升。啊，你不能脱离原来的框架啊。最后呢，就是说希望大家重视方法吧。啊，因为咱们现在网校的这个服务呢，应该说是比较完善啊，给大家就是说提这个学习计划。另外呢，结合咱们考生自身的特点，不断的去修订你的复习计划。啊，同时呢，希望大家在。听课的同时啊，一定就是做好笔记跟这个错题管理。笔记不是说我说什么你都记什么，那不可能的，对吧？啊，就是有所感悟，就这个地方，比如说老师说完了之后跟我理解不一样，这你记下来；或者是老师说完之后自己原来不知道，这你画下来；或者是什么呢？哎，这个地方我跟老师的理解不一样啊，但是这个题目因为是发散性的，我觉得我们两个人的说法各有千秋，这个你也可以写下来，对吧？啊，这些都是对你有好处的。另外呢，学习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啊，说白了就是扩大咱们的阅读面儿啊。你将来拿过题来说，咱不管问题是什么，至少这个材料我见过，对吧？啊，这就扩大自己阅读面儿。
啊，学会这个分析方法。平时的时候呢，这个听新闻的时候，对于咱们交通运输领域的稍微关注一下啊。这评审我不多说了，咱先过完第一关啊。后面的这个评审的话呢，这个大家可以在后台给我留言，我知道什么呢，我就给大家解答什么。因为各地确实差异性非常的大啊，差异性非常的大。好，我要说的呢就是这么多。啊，看看咱们这个学员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咱们留一点时间给大家答疑。这个我看一下，咱们学员这有的已经都自问自答上了，像这种我就不再说了，因为很多的规定都是一些地方性，特别像咱们这种职称考试，各地人事部门激励措施不一样，很可能错，就是说这个就是具体的管理办法不一样，这个呢我也不可能都了解。这个尾号0665的学员问，不是说没有教材吗？对啊，是没有教材啊。我刚才授课，我刚才讲解过程中所说的教材，都是围绕着我们从中级教材的基础上提炼出来的学习材料来说的啊。尾号4039的学员问说，这个今年碳中和是不是重点？这个碳中和也好，碳达峰也好，本身这个词是重点，但关键就是在咱们这个领域，你结合点在哪儿？因为碳中和不单单是在咱们的运输领域，对吧？你生产领域、生活领域方面都和它都有关系啊。至少你说这个碳中和在跟咱们运输领域哪个结合点？这个是关键。啊，特别是比如说你一谈到这个问题，像咱们教材上的，无论是交通强国发展纲要，无论是我们的可持续交通运输体系，还有包括我们运输业的具体的职能，跟它都能有联系啊。尾号这个7180的学员问，他说这个时政是不是可以随时更新？这个还真做不到，为什么呢？因为不是说出一个新闻咱都要准备，要那样的话，那咱成了这个新闻大杂烩了。它一定是什么呢？我前期我说了，我说首先就是这东西一定是官媒发布的，另外就是这个东西一定是对咱们交通运输领域或者是物流领域，咱再扩大一点啊，就是说影响深远、意义重大的，这些才有可能成为我们的考试材料。它不会说是某一个小新闻或者是偶然性事件就能成为这个啊咱们的这个考题范围，这不会啊。这个咱们今年考试有这个教训。因为在这大家都知道，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不是出了那个长荣号这个意外搁浅堵了这个苏黎世运河嘛？当时我们就是把这个作为一个重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跟咱们的就是说这个国际物流有关系，跟咱们的这个航运都有关系。我们觉得应该从就是这个新闻是可以用的，但是后来发现我们这层次还是低了，为什么呢？因为这只是一个具体的事件，它的影响也就局限在操作层面。啊，也从咱们案例中选择的这些内容都是什么对整个社会经济有影响甚至有长久影响的东西，不会说是这一次就是一次所谓的什么新闻事件啊，不会是这个。所以这也就是咱们现在考生就是你平时你听新闻你听一耳朵就行了，你不用去深入的想，这深入想的工作留给我。尾号0665的学员说了，说这个请问老师去哪里买官方出的中级教材？去官方网站或者出版社，这都有啊。大家你选那个什么京东啊，这都有，都它是官方正式出版的东西，哪儿都卖啊。还有一位学员说，希望老师讲课的时候多给我们讲一些实证案例。这个我说一下啊，这实证这个东西啊。说实在的，我刚才给大家分析这么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出来，就是说比如说拿咱们今年考试来说，你就算咱们时政我完全两耳不闻窗外事，你这时政爱考什么考什么我不管，我就是把前期的弄好了。如果你要真能达到这种状态，或者你说我就是把理论东西弄好了，我觉得就这份卷子你要考60分也不是不可能。它时政属于一个加分项。也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我对时政把握好了，将来这个题干拿过来之后，我没有陌生感，我很熟悉。另外，我在答题的时候，我能够快速的找到这个给分点，或者说咱说切入点，啊，所以说它是这么一个作用。就是大家不要把本末倒置，就是说你建立自身的理论框架，这是根本。你先把这个弄好了，咱再说就是发挥性的东西。
另外就是咱们的课程中不可能穿插大量的时政东西，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这里我也提前说一句，就是咱们上课面对的是大多数学员。有些学员，比如说我可能我今年啊，我这中我比如说我前几年我中级刚过，我这中级没问题，对吧？哎，我掌握的都挺好，可能听课的时候你就觉得有点，哎，这老师怎么讲的那么麻烦？可能会有这种，啊，这个从咱们21年考试准备时候就有这种情况。那对于这类学员呢，我只能跟你说一句，就是非常抱歉，啊，您确实属于就是说，比如说我是班主任吧，您属于我这个班里边那个名列前茅型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您什么呢？就是耐心的等一等别的学员，啊，因为还有很多很多的学员，他对中级的东西就不是特别了解。而且我前面也说了，时政的东西它所占的比例，就是在咱们授课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多。我可能会有几个专题选讲，我可能在这个具体的考试试卷或者咱们说考前培训的时候，我着重说一说。但你说我全讲这个，或者我说把主要精力放在这个，这个不可能的，咱也没那么多时政材料啊。直播课保留多久？哎，这个麻烦您得问一下这个教务人员，这个我只负责上课啊，对这个不是特别清楚。然后碳达峰与尾号4378的学员问，碳达峰与交通工具污染的排放有关？那这肯定的呀，对吧？这不用说了，对吧？您现在这各地，包括因为我是在北方嘛，咱们北方这个空气污染，对吧？至少从官方媒体的说法来说，肯定是跟咱们的这个尾气排放有关系，对吧？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议题很宏大，但是具体到咱们这个领域怎么来结合，这个就得看什么呀？看一些这个就是官方的这个说法以及叙述啊，在大家搭建好自身的知识框架基础之上，大家不用都对这个东西太，怎么说呢？就是说太过于关注。啊，还是那句话，就是现在咱们这个阶段吧，按照这个，王国维的说法来说，咱们现在应该处于一个什么呢？就是衣带渐宽终不悔这么一个阶段。换句话说，就是你应该是什么呢？现在这阶段就是积累知识，对吧？哎，等到你积累到一定程度了，这个时候是什么？哎，你拿来什么材料，你都能够准确的从里边摘出和我们教材上的相关点，那就到了一定层次啊，基本上就出师了。哈，有讲义，肯定是有讲义的。开课的时间应该是在下个月啊，开课时间应该是在下个月。这个咱们这个考试啊，大家在尾号这个0373的学员就说这个，题型思路的探讨。首先第一个啊，作为学校老师来说，我是非常支持大家探讨。啊，因为有句话嘛，叫"真理越辩越明"，对吧？这肯定是。但是呢，我奉劝大家，就是这个探讨啊，适度，就不要过了。为什么？因为讨论多了的话呢，很容易就让有些学员觉得，就是我得说服别人啊，这大家都辩不过我才是最好。他不是这样，毕竟这是一种应试。应试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只要我得出来的这个结论跟答案贴进去了就行了，没有一个最优解，对吧？你说哪个最好？这个不存在，特别是咱们主观考试，啊，还是那句话，我希望咱们学员什么呢？就这100分，你能到个80多分，OK，可以了。你说你真能考到90多分，我觉得根本就没这必要，啊，为什么呢？因为标准答案未必就是正确答案，只是说针对这个考试来说，那好，我离标准答案越近越好，对吧？啊，那你说标准答案这个理解就是唯一的正确解，那可是不一定。所以就是什么呢？这个思路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大家不用担心思路。这个思路，我相信通过我的讲授，你们都能掌握，对吧？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啊，这个适度的讨论就可以了啊，不需要就特别深入，太深入了以后，这大家在工作中，就是比如说你们通过完考试，比如说你们咱们这个班的同学都进入到评审环节了，对吧？这时候我需要写论文了，这时候你们可以去讨论了，充分讨论啊，而且到时候你拉上我也可以啊。啊，对，下个咱们是这样的，估计下个月应该是咱们的预习班啊，然后呢，到下个月月底的时候是咱们精讲开始，我估计是这样啊，这个网名是 YLY959 的学员问，他说这个时政跟交通部门的材料在哪里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反正我刚才说了，就是几大官媒。
啊，你比方说像什么新华社全文播发呀，啊，还有包括这里边就特别是一些就是跟咱们交通运输领域有关的，比如说未来的什么发展纲要啊、发展方向啊、什么这个发展的规划呀，就这些关键词啊，大家重点关注一下就行了。因为从今年的卷子上来说，它也不是说这时政材料扩大到一个什么样、什么什么程度的范围，也不是啊。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说，大家先把自己的基础打好，再说那个，就是说怎么结合实际，对吧？啊，你咱们掌握这些理论、这些工具，就是为实际用的啊。你但是你前提你必须自己得先得有货，对吧？咱得先得有这些工具。你孙悟空降妖伏魔，那也是在学会72变之后。你不可能说什么呢？这个孙悟空找到了这个菩提祖师之后，先问菩提祖师：“哎，我怎么降妖伏魔呀？”他不会是这样啊。好，时间也差不多了，我看大家呢也没有更多的问题了啊。这个呢，咱们后面的时间还很长，今天呢毕竟只是一个开班啊。在这里边呢，我也希望与更多的学员在咱们的网络课堂中相遇。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在互相理解啊，就是说这个互相合作的基础之上，我相信都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圆满的一个答复。好，最后呢，希望更多的时间与咱们学员相遇啊，感谢大家的收看，今天的直播课就到这。